点点点解？点解嘉怡 B B 会同大侄仔玩波波噶？妈拿姐旧爱玩波，周嘉怡33C 杀入书展。书展就到啦，大家都应该有晒心水买咩书睇啦。听讲啊，连嘉怡 B B 都以33C 小背心杀入书展啊！哦，佢寻日仲同我哋开心 share 呢一身短裤小背心嘅造型添啊！就完全同出写真就拉唔上关系嘅。咁首先呢本系一个间做运动嘅书，形象都系健康好正面。同埋呢本书唔系我自己出嘅一本书咯，系纯粹系一个友情客串咁就帮手影几张相，教下人哋做运动嘅动作。其实占个篇幅我谂都好细啦，绝对唔系主角啦。原来主角之一系娜姐嘅旧爱 Avis 啊，仲有呢三个大只仔教大家做运动，系咪好 sporty 好健康呢？咁到底嘉怡 B B 你会唔会出下写真咁啫？写真 sexy 嗰啲就一定唔会考虑，同我形象唔啱，同埋我真系冇咁样 quality。我谂佢从来都唔系呢种话要卖成咁啦。睇下嚟紧会唔会你话出下散文啊，或者相集都可能有机会。佢仲话好欣赏半百罗林出写真，大赞佢 keep 得好好啊！